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首楞严经，天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06面，止恶。悯因人灭恶生善功德。那么当我们在修习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修学的。第一个呢是理观，第二个是事修。理观呢，简单的讲就是要我们正念真如。我们平常面对我们的五蕴身心啊，色受想行识，我们要经常升起一种智慧的观照啊，所谓的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不能够被五蕴的这种假名假相所转。那么这种智慧也就是一种回光返照的智慧。事实上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从前身而来，因为你前身的五蕴身心不是这个样子，你前身不是长这个样子，你前身的感受想法跟今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前身可能是个女众，今生变成一个男众，你怎么能够说你从前身而来呢？当然我们也不可以说是你将往哪里而去，你说我到来生去了，这样讲也是不对的，因为来生也不是你今生这个样子。所以从本经的佛陀的解释啊，我们的生命是没头没尾的，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它只就是一个因缘的业力所显现的一个假象，所谓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像一个水泡一样。所以当我们开始回光返照的时候，我们的心慢慢慢慢就跟五蕴的假象慢慢的脱离，然后慢慢的把心带回家，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就是本经很强调的安住不生灭性。这一点跟我们在平常修习唯识止观是不一样。你看唯识止观是对治的。他用善念来对治恶念，我们贪欲重修不净观，嗔恚重修慈悲观，你这个人情执很重，疑痴心很重，修因缘观。当然我们知道只要是对治的东西，它就会产生一种对立法，对立法就是一种生灭。当我们在用生灭性在修学的时候，两种过失，第一个功德不能圆满，它是局部的，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一直在对治烦恼，修了很久，但是身心世界很难有一种彻底的改变，根本上的改变做不到，因为你都是在表面上对治，你根本的问题没有真实的找到，那种有所得的攀岩心没有真实的消灭。所以生灭的修学法，功德是不圆满，第二个它功德不能持久，你很难持久啊。所以当我们在不断的平常经常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我们安住不生灭心的时候，我们念念之间就在熄灭我们这种有所得的攀岩心，所谓的开始返望归真了，你的心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开始回家了。而这样的一种转变呢，是从根本上的改变，从心性上的根本改变，从我们本来依无明为住而改成依真如为住，那是从根本上的
去修正我们的修正我们的根本烦恼。当然这一部分佛陀花的三减半的时间来描述我们的身心世界是从什么地方来，诸位前面三减半你会很清楚的看到。那么到了第二科的时候，讲到修学的时候，佛陀讲出了两种的四修。第一个呢，就是你应该修正念真如的人，你要严格的持守四种根本境界。那本经讲这个四根本界是讲得非常的彻底，你刚开始要断除身口的罪业，然后进一步要对治你内心的那种烦恼的攀缘，它是身口意的持戒。所以它这个每一个四修都有理观的加持在里面。那么持戒以后呢，就开始要读诵楞严神咒破障。其实这个地方我们看待会看到内容，它是不但是破障，它还有生善升起善根的效果就是有灭恶生善的效果。那么也就是说呢，本经呢是以正念真如为理观，以持戒诵咒来当四修那么依止这个理观跟四修念念之间把我们从一种攀岩心而回归到一种不生灭心，来当作我们整个菩萨道的根本。依止不生灭心而发菩提心，依止不生灭心来修六波罗蜜，那这个是一种直接成佛的法门，一种一佛乘的法门。好，我们看讲义的子二，命因人灭恶生善功德。前面呢，佛陀讲到楞严咒的功德是耶着果人来说明自行化他，这个果人指的是十方诸佛，这个地方呢是指的因地修行的菩萨。如果一个菩萨呢能够修学楞严神咒呢，他能够产生灭恶生善的功德。这个灭恶呢包括了灭除内心的烦恼跟罪业之恶，也包括了对外的种种鬼神障之恶破除内外的障碍那么这个生善呢，在经文当中讲到能够加强我们的菩提心，能够增长我们六波罗蜜的善根。你诵持楞严咒你在修六波罗蜜的时候更有力量，在升起菩提心的时候更加坚固那么这个就是因地的修学者能够有这种灭恶生善的功德这以下分成三段，一念名，二广贤，三结欠。先看第一段的念名，念名当中分两段，一名不慈之师，二名仁慈之德。那么首先呢，佛陀先说明了，假设一个修行者你不受持楞严神咒，你会带来很多的过失。先讲这个不受持的过失，看经文，汝等有学未尽轮回，花心自诚取阿罗汉，不持此咒而作道场，立即身心演诸模式，无有是处。那么这个地方的对象呢，是针对谁开示呢？是有学之人。这个地方有学之人在经论上所说的是小乘的四果之下，那么大乘的佛果以下都叫做有学我这个地方呢是偏指看后面的经文是修学大乘佛法的这种资粮位的菩萨来说偏重资粮位的菩萨。因为资粮位菩萨呢，他在修学当中他的障碍特别多，到加行位的时候有禅定的时候他的那个心力就不同了那么这两位的菩萨还是在三界的生死轮回当中呢，但是他内心呢发起的菩提心想要成就大乘的阿罗汉果。大乘阿罗汉是无生当然指的是初地以上那如果不受持此楞严神咒，而安坐于道场当中来修学种种的三昧，想要使令身心世界远离种种内外的模式是无有是处。因为一个资粮位的菩萨呢，生长在末法时代呢，
它有两种障碍。第一个，它本身的善根薄弱，啊，障深慧浅。它无始劫来累积很多的烦恼，但是积极的善根的质量又不足。它本身就善根薄弱，烦恼就出众，它内在的障碍就特别重。第二个，外在环境的诱惑，生长在末法时代是魔强法弱，所以它本身善根薄弱，外在环境又特别的刺激。古德说啊，就好像一棵小树啊，经历这个暴风雨的摧折啊，则有枯折之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受持楞严咒来保护你的善根啊，你想要远离种种的魔障啊，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啊，讲到不受持的过失。引二，名能持之德。那么假设我们能够如法的受持楞严咒，有什么功德呢？看经文。阿难，若诸世界水所国土所有众生，水果所生，华皮贝叶，紫树白毡，书写此咒，除以香囊，世人心昏，未能诵译，或带身上，或书载中，当知世人尽其身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说我们今天呢，假设在这个末法的众生当中啊，啊，随他所在的国土啊，国土指的是医报，那么这当中有种种正报的众生，那么随着他国当中所用的种种的纸张啊，或者是华皮啦，啊，用华树的皮，因为这个华树的皮特别的轻薄啊，可以书写，或者是贝叶，这个贝叶指的是贝多罗树的叶片。因为它又长又广啊，你看这个西藏啊，就经常用这个贝叶来书写经典。紫树啊，紫树是用那个竹子的啊这个片啊，它煮成浆啊，把它制成纸张。白毡啊，这个是印度一种细柔的花草所制成的纸啊。总而言之呢，我们能够用种种的纸张来书写此咒。然后把它储存在香囊当中，那么这个人就算他心事特别的昏昧暗顿啊，他们不能够意识去意念啊咒语的内涵，但是把这个咒语啊携带在身上，或者是供奉在家里面的佛堂，那么这个人在一生当中呢，种种的啊毒害啊，包括了这种啊毒蛇啊。包括种种的鬼神妖魅，都不能做他，就不能做种种的伤害，他能够远离种种内外的魔障啊。我们前面讲到哈，这个楞严咒啊，它的特点呢，它是密前诸法实相，秘密的，因为它本身是从佛陀的头顶里面。放光而宣说出来的，所以你的心跟咒语接触的时候呢，它就会啊，慢慢的、慢慢的把你的心呢 带回到啊如来藏妙真如性，而如来藏妙真如性本身就具足了灭恶生善的功德，所有的恶法在清净心里面是不能生存的，所有的善法在我们一念清净心呢是本质具足的。我听海公长老说，他说他以前呢，去那个金山寺的禅堂参学，后来他发觉啊，金山寺的禅堂啊，包括当家师父，包括很多很多的老参啊，很多人在打坐的时候都持楞严咒。问他们为什么呢？他说楞严咒呢，持下去啊，他真的是灭恶生善。你持下去，哎，他烦恼自然淡薄，善根自然增长。他说一句话说，总比你空心静坐好。因为我们在修习止观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啊，一念心性啊，即空即假即中，啊，空有都不着而顺入中道很难。你要么偏空，要么左有。你怎么弄都不对，干脆是楞严咒，把心交给楞严咒，它自然会带动我们趋向于真如。就是密全真如，它是在秘密当中
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叫做密前真如。所以前面说啊，这个楞严神咒啊，它是出生一切诸佛的功德，为一切诸佛之母。它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啊！诸位，你看看后面你就知道啊。好，我们看广贤，前面只是一个列说啊，这一下广泛的把这个持咒对我们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这种面恶生善的效果啊，把它开显出来。这当中分两段，一总标二别释。看总标的地方，看经文。阿难，我今为奴更说持咒救护世间得道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那么佛陀呢，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来先说这个咒的功德。前面佛陀是针对从佛的角度，他持咒有什么自利利他的功德。那么这个地方佛陀是为我们知量位的菩萨呢，再一次的先说啊，我们菩萨受持这个有什么功德。这个地方佛陀提出两点，第一个呢，救护世间得道无畏，能够使令我们在世间当中呢，远离种种的内外的魔障啊，能够无所不畏，无所不畏。第二个呢，那当然这个是依着今生的安乐来说的。第二段呢，能够成就众生呢，出世间无漏的智慧。这个楞严咒啊，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很虔诚的持楞严咒，那么念念之间呢，它就会把我们那种有所的攀缘心啊，慢慢慢慢慢慢的把它消灭掉。当然，假设你持楞严咒的时候，又加上礼观，那力量更大了。所以维大师说啊，你如果能够持咒，没有加上礼观，只有四修，那多分来说是消业障，增长你的福报。但是你在持咒的时候，你能够正念真如，达到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他真的是能够成就出世间的智慧。你的心会整个平静下来，有所得的攀缘心慢慢慢慢的消灭掉。那当然这个地方指的是你要是只有持咒没有礼观啊，那就成就上面的功德啊，救护世间得道无畏。假设你又能够记住礼观，那又能够成就出世间的智慧，那就是理事无碍了。好，我们看引二的别释。这一下我们个别的显示啊，楞严咒的功德，佛陀举出的八颗。一，能灭诸难；二，菩萨加持；三，不堕恶道；四，同佛功德；五，能尽业障；六，能消宿业；七，能满众愿；八，能护国界。有八颗。我们先看第一颗，能灭诸难，就是我们受持楞严神咒呢，它能够消灭世界上诸多的灾难。我们看经文，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人自诵，若叫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龙天鬼神金持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着。先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当机众，就是在我灭度以后呢，末世众生，佛陀特别指出的是在末法时代这个魔强法弱的众生，假设他自己能够受用，或者他教导他人来受持，就是说明这个自行化他啊。那么不管是他自己受持或者是被教导的众生啊，只要有人能够发心来诵持楞严神咒啊，当然我们前面讲过啊，受持楞严咒有两种，一种是受持完整的，一个是受持后面的那八句的楞严咒心
啊，这个长水大师说，你要不能够受持整部啊，你能够受持楞严咒心呢、啊，也能够记足啊受持楞严咒的功德。那么有什么好处呢？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啊，你遇到了大火，火不能烧你；遇到了大水，水不能溺。乃至于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大毒呢指的是这种流行病毒啦，啊，它影响的层面比较广大的。小毒呢指的是这种毒蛇啊、蝎子啊这种影响层面比较小的，啊，都不能伤害你，啊，这个毒害所不能伤害啊。再往下看，如是乃至龙天鬼神啊，这个天龙鬼神是指的这个八部里面呢、啊，先提出两种。包括啊，天龙跟鬼神哈。金子呢，这个金呢是指的得天之气，这个子呢指的是得地之气。也就是说呢，他们两个都是吸收天地的这种精华，而变成一种精灵啊，可以变化做人。比方说狐狸精啊、老虎精这一类的。好，魔魅。魔魅呢，它是一种鬼神啊，但是它能够迷惑道人啊，而产生一种障碍的力量啊，比方说厌魅鬼等等啊。那么这种金子跟魔魅呢，它能有种种邪恶的神咒啊，对这个持咒之人啊，他都不能够伤害啊，皆不能着啊，一切的邪咒啊，你不管是它是什么咒，你只要持楞严咒呢，它就不能加害于你。再往下看，心得正受一切咒诅、厌蛊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甘露味。前面是指的是邪咒不能着，这一下说呢，种种的毒药啊都不能伤害。也就是说，我们受持楞严神咒的人呢，内心呢、啊、经常保持在一种镇定镇受。那么一切的咒诅，就是外道用这个咒术啊，来这个诅咒别人，使令他身心受到障碍跟痛苦，叫咒诅啊。厌蛊毒药，就是厌蛊所成的毒药。厌蛊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在东南亚国家啊，他抓很多的毒虫，那么他们互相的吞啖啊，剩下一只是最毒的那一只啊，就把这一只把它杀死啊，把它磨成毒药，那么这种毒药就很厉害，一沾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马上毒发身亡，啊，叫做厌蛊所成的毒药。金毒、银毒。啊，就是在金银的铁器上面呢，去沾上毒药啊。草木虫蛇啊，这个是草木之毒，还有这种蛇虫之毒啊，乃至于万物所引申的毒气。那么这种种种的毒害呢，进入到这个诵持楞严神咒的人之口中呢，就转成甘露之味。这藕益大师他有解释说，为什么受持楞严神咒一切的毒害都没办法毒他呢？藕益大师说，因为一切的毒害呀、啊，一切法的升起呀、啊，是由一念的真如本性所生，就像万物要依止虚空而生。那你看过哪一个人会把虚空伤害吗？不可能嘛。一切的万物都依止如来藏妙真如性而生，他怎么能够去伤害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因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对一切法是没有对立相，没有对立相就没有抗拒，没有抗拒当然就没有伤害。你看虚空，你要树要往东边往西边，虚空它都不抗拒。所以任何的法是没办法伤害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因为你这个念佛持咒之人啊，你的心已经慢慢的啊顺从真如本性，所以你就跟真如本性相应啊，那自然是不能伤害你啊。
一切恶心病诸鬼神，身心毒人，宜如是人不能起恶。频罗夜伽诸恶鬼王，必其眷属，皆领圣恩，常加守护。那么这一切的灾厄的凶星啊，还有种种的这种凶恶的鬼神啊，那么这些鬼神呢，他是身心毒人，身呢、啊、就是掺杂的意思，他内心的、啊、那种掺杂这种毒害之心，想要去伤害这个修行者，但是他看到这个人受持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他就具足大威德，他根本不敢对这个人升起恶心。啊，因为这个持咒之人呢，有具足啊，具足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功德啊，所以他有这种感化邪恶之人的效果。频罗夜伽诸恶鬼王，频罗啊指的是猪头使者，夜伽呢是象头使者啊，这个都是佛教界的护法神啊。乃至于种种的鬼王呢，并且种种的眷属呢，都因为过去啊，他们都深受到楞严神咒的深恩啊，对这个楞严神咒的法宝啊，而发心来保护持咒之人。这个地方，藕益大师在强调，就是说啊，你持咒之人，你念念之间呢、啊，已经随顺你真如本性。而如来藏妙真如性本身具足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三德，所以何难不灭，何毒不消呢？有什么灾难不能消灭？有什么毒不能够去消除呢？过去啊，在东南亚有一次宣化上人啊，到东南亚国家去弘法。那么，因为上人在东南亚，他有很多很多的因缘啊，引起外道的嫉妒。东南亚有很多蛊毒啊，放蛊啊。那么那个时候，宣化上那一个弘法团队，其中有两个徒弟啊，就中蛊了。中蛊以后就非常严重，这个时候宣化上人当下持楞严咒加持他们，有这两个人呢、啊，就吐出很多的小虫出来，然后才把这个蛊啊给逼出来，所以他这个咒语啊的力量是很大。他这个地方后面会讲到，他有两层意思。第一个，从我们智力的角度，我们内心当中，你心念改变，你的法界就改变了。为什么佛陀别人不能伤害他呢？因为佛陀心安住在如来藏妙真如心嘛。那我们今天持咒之人念念之间有四持又理观的时候，我们也是怎么样顺从真如本性？所以他后面会讲到等同佛的功德，你的内心变成柔软，所以没有毒害可以伤害你，这第一个。其次呢，因为楞严咒这个法是深受金刚藏王菩萨保护的。他后面讲的无量无边的金刚藏王手持金刚宝杵，发心来保护这个咒语，所以你持咒之人得到金刚藏王菩萨的加持，有他意的加倍，所以任何的毒、任何的鬼神不能伤害你。这地方两层意思，后面会越讲越详细哈。看卯二的菩萨加持。我们前面比较强调哈，自力就是一念心呢、啊，正念真如啊，顺从真如啊，自然产生灭恶生善。这个地方是说呢，你这个持咒之人呢、啊，有这种他力的加倍，就是金刚藏王菩萨对这个修行者的加持啊，菩萨加持。看经文，阿难，当知是咒。常有八万世界那由他恒河沙祭子金刚藏王菩萨种族，一一皆有助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设有众生于善乱心毁三摩地，心意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这第一个啊，那么这个地方呢，
有两层意思哈。假设这个持咒之人，大乘的善根比较浅薄，学佛不久，他还不能升起正念真如的理观，只有对这个咒语一念的信心，而完全是事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就菩萨随从的第一个功德。假设这个善男子啊，他是具足了大乘的菩提心跟理观的时候呢，他就具足了加持开花的第二个功德。这两种功德有所不同，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人啊，他就是一念的信心来受持楞严神咒，那么这样子呢，就经常有84000那由他，那由他呢，就是10000亿，叫做那由他啊。那偈子呢，就是100亿，叫偈子啊。有这么多的金刚藏王菩萨，因为什么叫金刚藏王菩萨呢？因为这些菩萨呢，都是手持金刚宝杵啊，还有他的种族，就是他的那个同一类型的。那么在每一个金刚藏王菩萨当中呢，他们都有很多的金刚的菩萨众，而为眷属昼夜的来保护这个持咒之人。假设这个众生呢，他乃至于散乱心啊，他不是在禅定当中哦，他是念持咒，但是偶尔打打妄想，但是他内心当中对这个咒语呢是充满了信心啊，心中意念，口中持诵。这个时候呢，金刚藏王菩萨呢就经常能够去随从保护这个善男子。这个善男子指的是对楞严神咒有信心的一个持咒之人，但是他不能够升起正念真如的理观，得到金刚藏王菩萨的保护而破除障碍。看第二段，何况决定菩提心者，此处金刚菩萨藏王金心因数花比神事，世人因此心能记84000恒河沙劫周遍了之，得无疑惑。假设这个人对于菩提心升起了一种决定的圣解，就这个人他对大乘经典有深入的理解啊，对第一地有坚定的圣解啊，升起的菩提心跟大乘的空正见，能够正念真如啊，在持咒当中又升起理观。那么这个时候金刚藏王菩萨呢，金心因数花比神事，这个金心呢是指菩萨呢依止这一念的如来藏心啊，因数就是暗中的很快速的来启发这个人的心事。菩萨能够呢在真如的心性当中呢来启发这个持咒之人啊，这个人能够有什么好处呢？能够记忆自己过去啊84000恒河沙大劫当中所发生的种种善恶的事情啊，你内心都能够周遍了之，而没有任何的疑惑，就是产生的宿命痛。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等于是开显的菩萨的五种神通啊。藕益大师说呢，说他这种神通啊，不是自力开花的，是菩萨帮他开花的。那菩萨怎么就能够帮我们开显神通呢？藕益大师讲出四句话说，就是以心印心，说金刚藏王菩萨呢安住如来藏妙真如心。那持咒之人，他在持咒过程当中也是正念真如，也是一念不生，念念之间也是随顺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他就能够呢以这个金刚藏王这种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呢来感应道交啊，加持这个持咒之人啊，使令他快速的成就神通，就是以心印心的道理。你看我们平常要得佛菩萨加持很困难，为什么？
因为佛菩萨安住在真如本性，我们安住在妄想，这两个磁场不一样嘛。不是说他不加持我们，诸佛菩萨对众生都有花愿要加持众生。问题是，我们的心没办法顺从诸佛菩萨的心，所以他加持我们加持不进来，加持不进来。问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持咒之人，念念之间能够升起理观呢，他就能够得到这个金刚藏王菩萨呢，金心因数花比生死。依止一念清净心啊，冥冥当中来开显我们的这种神通的善根，啊，是这个意思。我们学习大乘佛法，我们发觉，我想我们一个大乘的修行者跟小乘人是不太一样。小乘人的心胸是狭隘，他在观自己的身心世界，其他他对诸佛菩萨有什么功德，他一概没有兴趣，也不想去了解。大乘佛法的心是严十法界的，严十法界，特别是佛法界的功德。大乘佛法要有一定的信仰，所以你看我们在88佛说啊，深信诸佛皆充满。你一个大乘修行者，你要相信啊，诸佛菩萨永远没有灭度。佛菩萨因地的时候都化验众生无边誓愿度，怎么成就以后灭度了呢？所以我们在法界当中啊，佛菩萨有很多磁场在加持我们。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他们的愿力是遍整个法界当中。问题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你只要把你的心调整在如来藏妙真如性，诸佛菩萨的加持自然就进来。就好像说月亮，它本身很想要照亮我们，但是你这个水要把它弄得平静。啊，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金刚藏王菩萨对我们的加持，啊。好，我们看卯山的不堕恶道。那么，一个受持楞严神咒的人呢，在他未来的生命当中呢，就不再堕落三恶道当中，啊。看经文，从第一劫乃至后生，生生不生药叉罗刹及富旦那。迦旃富旦那、鸠盘查、毗舍遮等，并诸恶鬼，有形无形，有想无想，如是恶处。是善男子，若读罗诵，若书若写，若戴若藏，诸舍供养，节节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这个地方有三段，先看第一段。哈，从第一劫乃至后生。这个第一节是指的什么呢？这段经文是顺从前面的啊，发菩提心啊，受持楞严神咒这段经文的，就前面的经文而来。就这个人他已经产生的决定的菩提心，而且具足大乘的空正见，念念之间能够啊正念真如，能够顺从本性而来受持楞严神咒。那么，从他开始受持楞严神咒那个当下的色身开始，到他成佛之前的最后一生，这个叫做从第一劫乃至后生。那么，这当中的过程呢，他生生世世当中呢，他只要能够具足菩提心，而回光返照正念真如来受持楞严神咒呢，他不生药叉。药叉呢，它是一种。劫机鬼，速度很快的一种鬼啊，飞行速度很快。罗刹呢，罗刹也是速度很快，不过呢，这个药叉是比较偏重在男众的鬼，罗刹是一种女众的鬼啊，这两个都是一种鬼啊，都是吃人家血肉的。富旦那，富旦那呢，就是一种臭恶之鬼，身上特别的臭恶。啊，它会引起一个人呢、身上的热病。
家诈附带纳，这个家诈就是特别啊，特别的恶臭的鬼。鸠盘查，鸠盘查就是厌魅鬼晚上我们会做噩梦啊，有些时候是受的这个鸠盘查鬼的干扰。皮色遮，皮色遮就是一种淡精气鬼那是吸人家的精气病猪恶鬼这个恶鬼就很多了，像咽口啦、咽针啊。那嘴巴吐火的，或者是那个喉咙很小、肚子很大的咽声鬼种种的恶鬼，乃至于有形无形有形色的、没有形色这种卑贱的众生，或者有想无想有想就是那种鬼神精灵无想就是那种精神化成金石的土木的这种如是恶处，这种具足苦恼的卑贱的众生，我们都不会堕落到这样的一种鬼神道去是善男子能够读或者诵，读呢就是对着文字来读，诵呢就是背诵或者是书写书呢就是用毛笔一笔一画很正式的叫书。写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叫做写那书写以后呢，或者携带在身上，或者用这个器具把它储藏起来，或者是把它种种的香花蔬果来供养在佛堂当中。那么这个人呢，在结节，就是前面说的，从第一节至最后一节那么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就是说，它不会生长在这种卑贱的这种果报当然，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它这段经文是随顺于前面的结定花菩提心的人来受持来说的，才有这样的不堕恶趣的效果。那么这个道理呢？我们去查这个《大乘起信论》它有一段的开示跟本经的经文是相随顺的。他说，一个人他经常能够正念真如会产生一种真如的一种内心，真如本性在内部自然的一种不思议的欣喜的业用。说你一个人不断的正念真如。不断的持楞严咒，把心带回家，那么这样子会产生一种真如的一种不思议的业用。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使令众生成就两种的善根。第一个，能令众生厌生死苦，心求涅槃。所以你不断的观察这个五蕴身心都是一个假名假相你的心呢，对于这样的一种因缘安住不生灭心而保持不迷不取不动你慢慢慢慢对这种生死的果报淡薄，所以那个藕益大师说一个人不断的观察真如他的生命会变得比较淡薄，对生死的因缘不生好药，反而喜欢涅槃寂静会使得一个人厌生死苦，心求涅槃。第二个好处呢，他能够自信己身有真如法而发心修学。相信他有真如本性，记住无量的功德，而发心来修习六波罗蜜。也就是说呢，他能够升起这种出离的善根，跟这个菩提的善根。那么当然，这两种善根升起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堕落到三恶道去因为在菩萨戒上说，一个人他成就菩萨的善根他会有一种真善惭愧，真善惭愧，这种人他呢有什么特色呢？虽造恶业，速即能毁，若堕恶道，终不久留。他造了恶业以后，他马上能够产生反省，即使堕落到恶道，也不会久留，因为他那种真善惭愧的心力量太大。好，那么这一段讲到不堕恶道。我们休息一下。